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站在建军95周年的节点回望，新时代强军事业硕果累累，强军之魂更加牢固，练兵备战强势推进，作风重塑，脱胎换骨，大国重器惊艳亮相。这些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的获得，根本在于习近平主席的坚强领导。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新闻频道推出系列报道《奋斗强军》。今天我们先把目光聚焦陆军。陆军是我党最早建立和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强军目标引领下，陆军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部队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如何达成人装合一、天地协同？如何让陆地猛虎飞起来？由平面作战向机动攻防、立体作战转变，中国陆军又有怎样的底气应对未来战争？我们一起在《奋斗强军》系列报道中寻找答案。2015年12月31号，习近平主席为陆军授予军旗并致训词，鲜明提出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6年多来，陆军坚持信息主导，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优化力量编程和规模结构，跨越、火力、利刃系列演习已成为中国陆军的名片。而朱日和、青铜峡、雀山、三界这些过去陌生的地名，也已伴随着陆军实战化的脚步名扬大江南北。部队转型改革的脚步不断加速，对实战化训练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红军部队一进入朱日和，立即感受到了这里强烈的实战化氛围。通过激烈的实兵对抗，一次次复盘检讨，查找自身不足，找到平时与战时的差距，针对问题进行补差训练，再通过演练检验提高，从而做到从这里走向战场，经训练学会打仗。两栋腰准备好，可以准备。两栋腰明白。滇东高原一场空地融合演练正在进行，战斗中侦察、攻击、运输等多型直升机轮番上阵，武装直升机火力摧毁敌防空阵地，突击步兵在敌后实施机降，在空地火力掩护下搭乘全地形车发起冲击，空地密切协同成功完成要点夺控任务，消除空与地的距离隔断，模糊前沿与纵深的空间概念。空突部队在2017年沙场阅兵时一亮相，就引起各方关注。作为陆军飞起来先锋代表，空突部队成为陆军由平面作战向机动攻防、立体作战转变标志性力量。空中突击旅是空中和地面两支部队组合在一起的。过去我们是配属地面作战，现在是一家人，一个战壕。我们考虑更多的是训法、战法，如何实现空地之间最好的融合，通过融合来提升战斗力。经过几年的建设，我们已基本实现组建这支新制作战力量的初衷。如今的空突旅可以说是钢刀插上了猎鹰的翅膀，又快又狠。演练进入最后阶段，多型战机飞掠而至，护航、攻击、运输多个编队迅速前出，直插敌后，形成空地一体围歼态势。如今各类演训中，陆航空中的地位作用越来越凸显。过去啊，陆航作为其他军力组的配属力量在使用，而现在空中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单元，主战主用的地位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战术化研究，与其他兵种实现进一步的深度协同，争取带来战斗力1+1=2的提升。要想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就必然面临转型重塑。过去的单一兵种，如今都已蜕变为合成作战单元。从合成营、合成旅到各兵种完善齐备的新型集团军，合成部队已经成为陆军遂行全域作战、立体突击的决定性力量。合成营就是我们的拳头，每一个兵种就是一根手指，每根手指练得再铁再硬，握不成拳头就形不成合力。合成
就是要把我们现有的力量聚合在一起，不断磨合，攥指成拳。全班注意，按照三组、二组、一组顺序，呈前三者队形交替后前进。黄海某海域，一场合成营暗滩技战术演练在某地域展开。多个侦察小组迅速前出，对前沿阵地实施侦察，并将目标位置传回指挥所。各类目标信息通过信息化指挥平台被下发至担负主攻任务的王杰班官兵手中。行动，精确到秒；射击，精确到点；指挥，控制到单车。高效作战行动的背后，是侦察、破障等要素的密切配合，让我们在作战中火力全开，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五年前，王杰班从支援保障的工兵班转型成了冲锋一线的装甲步兵班，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打法战法更是全面升级，几十个专业、数十种装备、近百个不同岗位，合成营就像一台结构精密的机器，任何一名官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王杰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始终瞄准未来战场，练苦功，练硬功，不断探索体系合成的道路，把真、难、严、实当成圣战的磨刀石，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迈进，锻造全面向战的主战先锋。作为陆江大国的守护者，近年来陆军官兵北上朱日河，西进青铜峡，挥师三界，亮剑山丹，跨越千山万水，完成百余场团以上规模实兵实弹战术演习，谱写出一幅春有大练兵，夏有大海训，秋有大演习，冬有大拉练的战斗盛景。经历了95年的烽火洗礼，今天的新型陆军正加速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加快抢占陆战域竞争制高点，为推进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努力建成信息主导、多能高效、陆域决胜的新型陆军而拼搏奋斗。